主料：黄花菜一朵，木耳3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生姜、大蒜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花菜洗净，撕成小朵，事先泡发的木耳切成小块，生姜、大蒜切成末，热锅起油，爆香生姜、大蒜，倒入花菜，爆炒2-3分钟后，再倒入黑木耳一起翻炒，中间各适量点些温水，最后撒上食盐、胡椒粉，起锅装盘。烹饪技巧：1、花菜不要炒得过老；2、如需加水的话，一定要每次少加，以免成了主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